哈哈哈。他还笑口常开。吃给他吃，多给你吃，好好好。哈哈哈哈。妈咪，你看。哈哈。敲敲头。进去就看到一个大的空地。这边了。对。这边。那我们先进去哦。这边。进来吧。啊，走吧，进来吧。哈哈哈。哎呀，都是。笑哈哈，让他笑哈哈。都笑哈哈！你看，哦，还有那个鱼。哇！那你跟二姐坐这边，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老板娘好，我不要站下来。那这是什么呀？啊，熏鸭，鸭肉吧。鸭肉啊。这是什么？好吃。你可以吃啊，你可以吃薯条。我们要碰到架子，那边叉子比较好用。嗯，这哪个叫三杯鸡？嗯，他就只配饭。干嘛？面好像煮了。妈咪，我不想要那个。那你想要哪一种碗？加玻璃。好好好吃的那个面。那你要带耳吗？你要这种的。好，谢谢。塑胶碗。是红红豆啊！我们那边还有一只青蛙，对啊，一只青蛙，你要不要吃？蛋糕，蛋糕。这个是记得搅拌以后再喝哦。来，你的建成的，你要的建成口感。哦，这是热的水果茶。我也不知道它是那个，这是建成口感。小心烫哦。不行，那个都是小妹。来，这是您的水果茶。好，请慢用。谁要吃蛋糕？哦，这个好吃。要不要吃蛋糕？那你等你啦。难道我可以吃吗？可以。